小朋友呢，这学校学这个二胡呢是免费的，是我们学校的蔡家俊老师自己利用时间义务来指导我们的小朋友，好，跟我们上次工，我们平常我们立即主任他自己花时间，他也花时间在指导我们小朋友一样，好，所以我们小朋友都非常非常有福气哦。那在这边也顺便要跟爸爸妈妈们报告哈，就是我们学校里面呢，我们除了刚刚讲的我们推动英语教育之外呢，我们也推动阅读教育，所以在接下来亲子天下杂志，接下来亲子天下杂志，那爸爸妈妈如果有看到这本杂志的话，哦，那在他们的阅读专辑里面就会看到我们大秀国小，我们是台中市四所顶尖的学校，就在我们的天下杂志亲子里面介绍阅读的这个部分哈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有一个学好一个音乐的一个调剂，所以我们从一二年级的小朋友，我们就开始让他们学陶笛哦。哦，好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。那我们现在我们要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二胡社的小朋友。